好，我是孙雨宁，今天很开心，然后又一年一度的微风之夜，希望大家等一下进去的时候可以跟很多的蜡像拍照，然后可以买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。然后刚好今天真的天气很好，然后很热，好像今天下午是36度吧？对，所以我们站在这边，你的毛好热，你一定穿错了，对不 对？应该像我穿凉鞋短裤就来了。它的毛乱飞，它已经热到是对，毛都黏住了。然后那我今天就也挑了黑白，刚好也没有讲好，就刚好大家都黑白色，然后今天就带着宝格丽的珠宝，然后红宝。那因为平常其实很少有机会带到红宝，那刚好又靠近母亲节了，觉得说红宝感觉就很适合一些妈妈们去佩戴，所以很多的妈妈们等一下如果看到喜欢宝格丽的珠宝，等一下也可以进去看一下。是，说的太好了。